老哥，你回来了。你守在这里干什么呀？守门员一样的。我等你回家，老公。等你个球，你等这个吧是？嘿，牛年。什么牛年？今天是龙年。我说吃的牛年。你这个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吧？那你买榴莲干嘛？你不是说想吃吗？我什么时候说了？你昨天不是还念叨？好久没吃榴莲了，都忘记了这个榴莲长什么样子了，它的味道早忘记了。哎呦，我就随口说说的。你随口说说的，我就不能记心上了。再说了，两口子过日子最好的样子不就是句句有回应，件件有着落吗？去，给我拿个手套，扒了给你吃。嗯，老公还是这个味儿。我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喜欢吃榴莲了。嗯，还喜欢吃辣的菜。嗯，你睡觉口干，是不是我每天晚上我都给你放一杯水在你床头边啊？嗯，是的，这么了解我啊？那两口子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？怎么样？记得你的口味，知道你的喜好，懂得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一个拥抱。还真别说，这么多年你一直都对我挺好的。那不就对了吗？爱一个人不能光靠嘴上说我有多爱你，嗯，而且还要在行动上，嗯，在心上，在心上。